你好，我是雅蒂斯，这是会员的内心平静睡眠冥想，协助你释放出生活中引起的内心情绪，放下白天繁杂的思想，回归内心的平静，最后带领你进入梦中。让自己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，准备入睡。轻轻地盖上你的被子，放松自己的身体。通过鼻子吸气，感受气息进入胸腔，呼气，把白天所有杂乱的思想全部呼出，尽可能的深呼吸。再一次，深深的吸，让气息充满你的全身。呼气，呼出所有杂乱的想法，放松。只是宁静，在这个当下。放松，当你呼吸时，你减慢了你的心率，减缓了脑海的频率，只是允许自己在这个时刻能够慢下来。当我们回到内心时，以一个缓慢的时光来感受现在的片刻。这个时间，你不用急着去做什么，也不用忙碌些什么。只是单纯的享受这种慢时光。享受平和，保持呼吸。让我的声音引导着你。过程中，如果睡着，就允许自己睡去，也没有关系。只是单纯的让句子播放，进入潜意识之中。专注在这个冥想，你的意识或许不清楚。那些句子是什么？但那些句子，你的潜意识会明白。你会吸收服务你的信念，安心的让自己慢下来。随着你的呼吸，引导着自己。或许你能感受到，你内心有一些感受或情绪。无论他们是什么，
只是接纳他们，接纳他们的出现，允许你的情绪流动。自由的流动，你允许他们出现，你要做的只是陪伴这些情绪。接纳这是你自己的内心，或许有些情绪是受你欢迎的，而有些情绪则不受你欢迎，都没有关系。这个时刻，学习去接纳自己内在所有情绪。花一点时间照顾他们，陪伴他们，接纳他们。直面这些情绪，在这里，这个冥想中，你很安全，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你不愿意，你随时可以按下暂停键，但如果你感觉你可以，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，允许情绪浮出。不需要去逃避，也不需要忽略，只是感受或看着这些能量的涌出。不去改变内在所浮出的，当他们出现，你只需要静静的等待与陪伴。情绪浮现时，有些人可能看到一些画面、颜色，或是涌出一些感受。即使有些人觉得它是模糊的、雾雾的，无论情绪以什么形式出来，这样都很好。允许自己深深的呼吸，它们就像累积了厚厚的云层，你只需要接纳累积的厚云层，知道你不是你的情绪，身为你是比情绪大的很多。观想这些情绪转化为厚厚的云层，开始下起雨。雨是你情绪的能量。感受下起雨时，雨带走了你身上这些杂乱的能量。负面的感受，通通随着下雨而离去。允许自己带入更多的呼吸，陪伴这些情绪，陪
陪伴这场